六三嘅大埔系领先一队，伊高沙托尼底线传出嚟，由卢高送入网，开赛十五分钟就领先啦。联赛包尾嘅海景一月签入多位新兵加强实力，李文爱即而嚟嘅域陀起脚被头锤解围，队友其后落力抢翻球权噶，再由金真柱送前俾后上嘅徐湘文起脚，但唔中目标。他们之后再有前锋安基斯禁区顶劲射，被门将曾文辉托出底线，确实要想想计。海景过去三场一球都入不到，还失了十一球添。大埔随即反扑，卢高在右路交远处，闪出个后上的陈少君啊，三十八分钟顶成两球优势。呢支上届亚军今场同样有新援亮相，换边后后备入替的利马假动作后远射直出。去到八十二分鐘一次角球攻勢，大埔有中鋒哈利頂近處入網，最終大勝3-0噶，賽後升上第四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忠喺邊度？